美籍歌手 Eric Nam 有着温暖疗愈的嗓音以及幽默个性，深受大批歌迷的喜爱。目前正在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他，原定于明年2月20日到马来西亚开唱，不料近日以巴冲突爆发，他在 IG 按赞了一篇反对暴力仇恨的贴文后，却受到了恐吓威胁，甚至因此而取消了到马来西亚开唱的计划。随后 Eric Nam 发文强调，自己之所以会按赞那篇贴文，是因为作为一个支持人类和平、爱与平等的人，起床后看见毁灭性消息的反应，没想到却因此引来仇恨。他考量到粉丝们以及工作团队的安全，不得不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。对此，当地的粉丝们虽然感到很失望，但也能体谅他的决定。毕竟演唱会人群聚集，到时候若真的发生冲突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you